阿里巴巴 App， 敖犬、阿伟、威廉、小玉，四个生长在不同环境的大男孩，离乡背景，只为一圆明星梦。团体中最强支柱敖犬，活泼开朗的个性来自于妈妈从小爱的教育，在他眼中，妈妈就像圣人一样完美。阳光男孩威廉，搞笑幽默的个性遗传自妈妈，斗嘴是两人平时最甜蜜的沟通方式。地板小巨人阿伟，拥有与身高成反比的超高自信，希望自己可以赚足够的钱，让妈妈过贵妇般的生活。Rocker 小玉，不善言辞的她，却有着跟妈妈一样细腻的心思。妈妈一个大大的拥抱，总是能温暖小玉的心。他们一再的突破自己，努力赚钱，都是希望可以给家人更好的生活。也因为有这些在身后默默支持他们的最佳女主角，让他们可以不顾一切的为梦想而前进。我们就不该说，不要讲。你这样，这也有语病，那到底是什么是不该说的？这就是提醒我了，要问什么是不该问的。妈，你应该知道吧？靠你哦。有吗？还有？你看妈妈好为难哦，不知道要对我讲假话呢，还是要违背儿子的旨意？真的是我让你们太为难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威廉，威廉的妈妈是素娟。素娟是妈妈当中最高个子啊。嗯。哦，想必当年是个美女哦。嗯。现在也是美女了。当年应该比较美。阿里，我们都是当年比较美啊。对，那爸爸啊，你看哇，你看妈妈那时候，哦，威廉，威廉是比较像爸爸吗？好像是吧？是吗？他自认觉得喜欢像爸爸，自认像爸爸，像爸爸。好，这是我爸爸。嗯，爸爸。爸爸很帅啊，很像那个周润发。对，周润发。我看那个《再见阿郎》的时候，都会想到我爸爸。所以，妈妈当初跟爸爸恋爱的时候，爸爸一定追你追得很辛苦哈。你是倒追人家？没有啊，爸爸追的应该是比较辛苦。比较辛苦啊。对，而且爸爸又这么帅，你会不会不放心哦？也不会，因为当初我条件比较好。你怎么敢说？这是真的。老师哎，哇，厉害厉害！所以哇，威廉还有点害羞啊。对啊，很敢说，我还是说谎啊。不是的，我觉得真的，而且威廉爸爸真的是非常帅。好，接下来是小玉，小玉的妈妈很像老师哈，你觉不觉得？小玉的妈妈的名字非常美丽，叫做凤凰。哇哇！凤凰妈妈今天也穿得很漂亮哦。其实我们两个在一起有一个，是一个组合。是一个什么组合？叫做浴火凤凰。哇哇！对对对！哇哇！真的，好厉害的组合啊！好厉害！哎，小玉嘛啊，玉，然后她真的还有一个火这边，对，浴火。哇，真的哈、哦，哇！所以这张照片是谁结婚的、啊？上礼拜我哥，中间那个是我哥。小玉你在开玩笑吗？我没有开玩笑。对不起，那个大玉啊、哦，大玉跟你哥哥哈，跟你差很多岁吗？五岁。而且小玉都自己爆料说，他哥长得像孔锵老师。他说他每次上节目都不习惯，为什么我哥哥要在那边弹 keyboard？ 很像。我小玉，哎，我觉得小玉哥哥一定不是我们这一行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干我们这一行真的显得年轻啊。你哥哥平常不做运动哈？不保养，不保养的。不保养，稳重，很稳重嘛，我看起来很稳重。可是。妈妈站起来，你看也是像个姐弟哦，哇，真的！这是上个12月4号，12月4号啊、哦！恭喜恭喜恭喜！那旁边的应该是爸爸哦，对对，最左边的是爸爸。哦，爸爸看起来还蛮年轻的，哎，大玉儿，大玉哥哥，加油！我已经娶到老婆了，没问题。好，今天
四位妈妈来，我当然是要谈一些比较内在的，嗯，好不好？这四位当中，自认为跟妈妈感情最好的是啊，你看你自己也没有举手。我觉得这一对很奇怪。好，等一下，等，前面举手的都是毫不犹豫的这样子，这一对啊，素娟哈，素娟跟威廉，那亚尼亚。是你们比较含蓄呢，还是我们爱斗嘴？爱斗嘴，对啊。他现在他爸爸不在，都是他管我。他长兄带物，他都管我。有那种开始数落的感觉。对啊，你管你妈妈什么呢？嗯，其实我没有管他什么，因为他就平常是老师嘛，他其实还蛮闲的。我只管他说你。你说老师怎么叫蛮闲？因为他周休二日啊，然后又放暑假，还有寒暑假，对对对。那他只希望他多安排一点时间。那他喜欢摸两把，那我只是跟他说，那你要扶的时候记得。等一下，妈妈没有跟你们讲不该讲的不要讲吗？你们只叫妈妈不该讲的不要讲，因为妈妈没有当老师。没有。我没有说他们摸什么，就是对。他摸什么？不要再讲了。好，我了解了。这个对，他喜欢那个啦，我只是叫他。其实我要告诉你啊，其实这一点啊，如果妈妈没有嗜好，没有朋友啊，你们就很惨。对啊，对。他天天就打电话啊，你们现在人在哪里啊？要不要回来吃饭呐？那这样你就很可怜。真的，真的。对不对？你朋友也交不了。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你是不要让他烦心嘛，对不对？自己把时间安排好嘛，对不对？我在帮妈妈讲话。很好，很好，很好，你好棒，好棒，好棒。来，妈妈是老师，那敖犬妈妈有工作吗？还是有？那我自己在做生意。自己在做生意，好厉害，嫁到。跟爸爸一起在公司上班。在跟爸爸在公司上，其实这个小玉的妈妈也很像老师，打扮的也很像老师，对，超像老师，超像老师，啊，你是什么？阿姨，不是老师吧？老师反而不像老师。我妈很精明啊，很什么？很精明，很精明，很会算钱，她是会计。所以看起来就是不一样哈。对啊，对，身上也比较珠光宝气一点哈。没有啦，我妈其实很节省，他们都是不会买那个比较奢侈的东西，都是我在买。那钱省了都交给爸爸呢，还是妈妈管？我管。那小玉赚的钱呢？小玉赚的钱的话，她有一个专属的账户。对，妈妈说的好像老师，字正腔圆，字正腔圆。小玉赚钱啊，对不对？对，小玉赚的钱，她自己有个账户。这完全是财务长声音，这个钱你是领不到的，对不对？不是啊，就是说她账户是有个专属账户，那支出明细什么都帮她做。做一个整理，对对对，大家知道说他钱花到哪里去，好酷啊！对对，那还有日子好过吗？你钱花在哪里，你娘都知道了。可能我就是出去刷一个卡，我妈就会打电话给我，你刚刚是不是刷了5000块？对，很快啊。为什么要在某某店刷5000块？对，类似这种，类似这样。好妈妈，好妈妈，好，这里的就是管财务的。这三位妈妈管吗？管，啊，管也管啊。对，钱也交给妈妈。对，其实我从出道以来所赚的所有钱都是交给妈妈。哦。我觉得我这一辈子活着就是为了这个女人。嘴巴很甜。